虽然都说泰语和泰语歌是两种语言，但我万万没想到这些爆火国内的神曲竟都出自泰国，有多少人到现在才知道的呢？第一首 Whatever。第二首 Melt。 第三首说真的。第四首爱立刻有。第五首即使知道要见面。第六首想要大声唱。抖音。